在巴黎南京机场，这里呢将于7月27日到8月10日举行乒乓球的5项比赛争夺。现在刚刚呢，中国队刚刚完成了首次的五开课训练。据我的观察呢，中国队对队员的状态恢复良好。接下来，我们可以期待中国队在这里继续重塑辉煌。